笃定啊，笃定啊，听什么？我在，我听见，要起步笃定，我哪知为什么？你问了就好诶，师傅讲鬼派诶，好加载，好加载，我录音纯正，你讲鬼派呢？无话题就对啊。哦，你讲鬼一个多什么点？检查什么？混合系统动力。混合动力系统。我电脑。看，不会吧？大电池坏掉。哦，错赛。错赛。Hello， 我要预约那个 CT200H， 我要去换大电池。好了，问好了。到底问啥？问电池啊。问啥？一台 CT200。对啊 ，CT200H 啊，那个电池坏掉嘛，我刚刚问了。好，原厂报价，它是打完折之后49000。嗯。啊，49000是大电池的钱。还有一个工资，工资大概3600，在换的时候大概要花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。它有一个保固啦，保固都是2年过50000公里啊、哦，就顾名思义嘛。假设你一年跑50000，就是就是过了就没有保固就没了。对啊，哦，对啊，哦，如果没有就是2年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是原厂的报价。原厂不是比较贵吗？原厂是比较贵，嗯啊。我有问过外面坊间的有在处理这个，好，它是价钱会比较便宜一点，也要40000出吧。可是重点来了，它的保固是一年大概你差不多50000公里左右，对，时间上会比较短。啊，为什么我要选择原厂的原因也是第一，原厂啊还是比较有保障，好，原厂也有记录，嗯，你外面坊间换的查不到，啊，万一换了之后有什么后遗症，原厂呢，万一有问题，原厂又不说啊，你不是我这里换的，对吧、啊？对对对 对。差其实你看，差不到10000块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说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比较便宜一点啊？因为反正卖掉、啊，反正卖掉又不是我在开的，可是因为我们的品质的关系，哦，对，我们还是要顾虑到这个，对，因为我们是小事机车。还有一种哦，嗯，我有问到用修理的，修理的更便宜，大概1-2万块左右吧。太小，对，1-2万块而已。啊，保固应该最少要2-3个月吧。对啊，一般我跟你讲，房间有可能就直接修一些。为什么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的保固假设好啊，有些保固是1个月或3个月，嗯，那就过了啊。嗯，万一你3个月又坏掉，那就你的事情啊，因为你的人品不好，所以造成电池坏掉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这样讲嘛。那我这开10万不会有事啊，你为什么一开就是啊？可能你开车习惯不好什么之类，开始脱卸责任嘛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不会，因为换新的有保障，好吧？再来我就去安排时间去原厂。好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不然人家一直问我用到哪里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走啊，走，过滤下去。哪里的？南港小大间的。汽车旅馆。无啦。气派，这个电子啊，他刚刚他有说，因为他们禁止拍摄了，所以他们的人员不会让拍到啊。我刚刚大概有先问了一下，我现在直接说，这电池啊，你要把它延长那寿命，这寿命你要如果要延久，就是把它跑越多，如果坏掉的话，就是鼓风机很重要，好，它的散热，它从靠右边这边吸气进来，散热这个电池，好。他说车子就要保持越干净，寿命就越久。我用过他最多，你是说他有遇过20万的，啊，就是20万他才会坏掉，啊，还有遇到那种不到10万就坏掉，嗯，也有，对吧？啊，我问了这个啊，跟还有那个 PC 啊或 Camry， 啊，电池大同小异，大小颗不一样，价格应该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师傅他是没有讲，因为有些师傅是只是配合安装而已，金额他们可能是不知道。平常就是还有一个重点，短途太短途，其实它回充能力越不好。他的意思就是
有时候就开长途，然后回充，效率会更好，哦，寿命会加长。就是天天开啦，不然就是啊，就是开久一点，它就是一个对，然后回充，它电池才会活化。嗯，我就跟着跳一样。好了，然后师傅又在施工啊。今天这一集很简单，都不用动手，动嘴就好了。耶、yeah ，好，等一下再请师傅再继续做。刚刚我有问的，对，刚刚还没有讲到一个重点。我刚刚说换了之后可以撑多久？这个他换了之后，其实就跟新车开到现在，就是大概这一台2011年来讲，是开了8-9年的，所以他保护只有2年。可是实际上，师傅讲说应该可以撑跟新车差不多，可以再开个8-9年，甚至到10年都有可能。好好开的话，好好开，你要照顾好，应该就觉得开个10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对啊，好啊，等一下等师傅开起来，来啊，新的来了，他要把这个电脑，哦，电脑要把它换过来，好，电脑换过来，欸，师傅啊，刚刚。因为它有故障嘛，所以要插电脑，而且把它消掉了。好啊，我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什么，看有没有故障？没有，为什么呢？旧车不会坏了，对对对，不用担心，对吧？好了，坏好了，再装好就可以回去了。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坏了。好，那个拍不出来没关系。哪个东西？哪个东西坏掉？什么东西？那没有故障吗？那没有故障吗？然后没有那个，那声音会有啊，会再继续开的，开着的对吧？好，进来看看到没有？我你走一道，向我阿转来，走一道镜头，我给你啊！啊！换电池，我换电池啦！对啊，对啊，我换电池，开瑞啊！这是时间长，对吧？你是去挂黑丝袜对吧？哈哈哈！你干嘛来开啊？52,600元，你就拍折了哦，够拍折，5,000元，啊，你刷卡呀？你有线，你都来的线。我是讲，等你刷卡，我是讲，你的薪水搞得好啊。我当初问在怎么会刷卡，我讲，我额度够高。哈哈哈！这个我写了等偌久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头问过啊，伊讲一般保护是2-5万。哎，我问技师，伊讲换了了，甲室内共款，室内就是要动销，我要10年左右。就是唔卖讲，我等下报数。对对对，就一般2年这边卖。但是我话讲过，伊讲哦，爱开较远的，较冻的。就是，就是，例如讲，你电池回充，你干那一起付啊，你贵，少嘞，老板，电池个品牌，伊讲总是要付过20万的，讲话。啊，你讲是我送你的对无？那你要请送你的哦。啊，是我的哦。好，我有证明的哦。哈哈哈。哎，阿爸，来跟个删掉，再删，再删。我给你30秒时间，催票姐叫大家进来买。大家进来买，快快快哦。哦，啊，这只要你个开落，啊，好啦好啦，啊，即摆开啊开啊，对无？啊，问题了钱算你的，啊无，我来甲会计交代一下，了钱算小弟的啊。大家救救我啦，拜托呀，拜托呀。OK， 我开好啊，开好拢转来啊，电嘛甲你喷啊，嘿嘿，嘿，拢甲你用好，枪色，你爱的枪色，我拢甲你转。这是像个枪的颜色，你看我清楚。对哦，不能太脏。我的枪的枪，我的枪不是这个色哦，哎，我下半身乌蓝，所以我的枪搁较乌小块。哈哈哈哈哈。重点是你资料开这，你搁开啥？你电池也开啊？对啊对啊对啊，都开这，你看过诶？有啥物意思来滴？好像一样。哦，88吧，88，晒起来真有声，我要去换。哎，这个气味掉。对对对，规支红。机啊，中型应该有声诶，诶，就是迄有声哦，中型规支都换掉，全新诶，全新诶，全新诶，整新诶，整新品啊，对哦，整新品，对吧？一支换一支迄种，对对对对对，但是嘛无相，诶，哦，啊，这柜台敢若都是大包已经。10万开起，哦，啊，佫挂只底盘线大电池，我只开要20万啊，你哈，啊，重点是只只你按算袂完的，输了我也要一半嘿，我再看你偌济一半嘿，一半，对，算啊，你请你无卖一只80-90-100，你可能无赢的机会啊，哈，敢不要先等你借钱，爱拿一半，我袂爱乐捐啊，哈，但是讲吼，我有真正7-79的网友。每天都在问这个车到底
什么时候要卖？哦，有啊，要卖多少钱？科比，我公司爸爸接过电话，甲我问讲偌济，啊，我讲我啊目前甲起码开偌济，唔知啊。还有网友说要从屏东杀上来，台南杀上来。我跟金星店啊，那样，哎，还有新竹的都有。然后我们一直哈都说不行，因为哦还在拍摄当中，所以最后这个方向机可能就来不及拍了，因为我们要快点看，想办法把本钱拿回来，看能不能把本钱拿回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拜托大家哈，啊，我们哦很辛苦的拍这个影片，花这么多的成本哦，其实那一集点阅率也还好，十几万耶，十五万。对啊，那就不如我再接小爱去买麦当劳，所以连刚麦哥创这种计划。哎，我再忙当，对，换你搁再吃，换你看你要再做一只，搁再吃去麦当劳，嘿，星巴克，换你去买。哦，做这伤忝伤辛苦啊，啊，搁赚无钱着了，无注意过了，啊，无以后就是不收进了，哈，不要再花了，好不好？我成本更加低。啊，也希望哦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影片啊，一台车整理下来真的要花费很久很久钱，真的啊，隔壁也很辛苦，一直在弄这些东西。好，然后也带大家去原厂。其实这个大电池，我们是要带大家回原厂去了解一下，说换的流程啊，还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，顺便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也希望这个钱花的有意义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对，好，那就我有去问一些原厂的，对我有讲了啊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就是该注意的东西，我来注意。好啦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真的啊。啊，记得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订阅、分享。开启小铃铛啊！这个小铃铛，小铃铛别再利用啊，对不对？别再利用啊！哎，我没你话接心呢，你快不等你收，好不好？那就下周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来这边保养，我遇到我的粉丝，我的第一个粉丝，第一个。好，看到科比我很开心，我每周都有看。哇，好，所以你是来保养？对对对，我是来保养。啊，你的是什么车 ？ES300H， 也是油电的。对，你看现在几公里了？刚买了，11月换台签，刚买，台签才2000。我觉得这一台应该有看嘛，就是那一电池坏掉，现在在里面维修。我有看它，对，现在已经在里面了。哦，现在已经在里面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哦。可以冷静。对。啊，电池还是保护的。我今天看到泰山粉，我真的很喜欢你们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本来对车都不懂的，不懂看你们，然后才渐渐的比较了解。对啊，了解车子也是好处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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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好，有空来我们那边坐坐，对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昨天也看完直播才睡的，谢谢谢谢。对对对对，蔡三娘啊，你红了啦，不是我。